開始人口老齡化，是不是很簡單的，是不是將、一些的、退休年齡是延遲，即譬如在文職的工作是延遲到65歲，或者是在、一些的做，要是真的要幫要幫手，但你可以 assume 頭一兩年回來做的人看下去好像很精叻，同埋佢真的很精叻嘅，我覺得。但是其實真的會不識做。在 HR 入邊最容易做的，因為我哋搞很多員工活動，我哋做很多、員工的福利項目，都是可以幫到香港的社會企業的。你邊度看到究竟自己嗰個黑洞是不是嚟緊？自己嗰個影響嘅持續發展嗰、那個？癌細胞慢慢慢慢長大緊，你係知嘅，你覺察唔到，因為你唔用數據睇呢啲嘢。World needs a different kind of energy。啊，呢個世界係需要另一種嘅動力，可能係你嘅。永遠錢係買唔到一個 relationship 嘅。如果有人因為錢加入間公司，佢會因為錢而走。今日如果講 employer branding。講任何 communications， 喺佢有7個 category 嘅，由 leadership 去到 result， 最重要最重要一定係個 leadership。我係去令到依個香港係變成一個 cashless society， 我哋唔係淨係做緊賺緊錢依樣嘢，依樣嘢先 drive 到你嘅同事去到同你傾佢有咩嘅 dreams。咧就嗱，而家有一樣嘢唔會即刻有回收嘅，但係試得過嘅。你問曬啲 yes 之後，佢最後好難交叉你噶嘛？咁我諗你要 sell 到你老細，個人會幫到你 create 啲乜嘢？有時唔係淨係錢咯，而係你個 business sustainability。如果你話俾佢聽，哦，你可以唔做嘅，但係你話俾佢聽個 consequence 係咩？講真，做生意啫，咁做生意佢最 care 嘅嘢。我哋點樣去到真係做一個好嘅人力資源？啊，依個係 number one importance 啊。101啊，如果用大學講，所以你公司或者有俾好多機會啲年輕人，不過我想問下你，有冇真係俾空間你啲年輕人？咁學徒有咩好處呢？四個字：公書教學。奉旨，奉旨翻學，奉旨早走翻學。讀書考試有考試假、讀書假，一科三天。我哋就想俾個平台班後生仔能夠令到有一個創意出到嚟，俾佢天馬行空做一件 project 出嚟。咁我哋就做呢樣嘢。咁我哋個目的係要 build up 佢哋嘅 team building， 大家之間嘅 relationship， 同埋點樣 presentation skill， 要訓練佢哋。但係你作為一個年輕人，你覺得喂，我做到你20000幾，你先俾翻20000蚊我，我就梗係覺得好似唔係咁啱。你應該俾20000幾我 ，OK？ 我做翻20000幾嘢俾你，咁咪差唔多啦。你嗰、那個你個 tips 就係我俾多你，你要20000八，我大你30000，係嘛？係咁嘅意思啊。大佢。係啦，大你30000之後，跟住我就大過你啦。咁我要求你就可以要求高啲咁啊。OK， 哇！呢、這個都係 tips 嚟嘅嚇，希望在座有啲老細聽到咧，可能會鬆手啲啊。